盘点追星成功的明星，杨紫看到自己的偶像彭于晏，激动的脸蹦呆跳。杨紫你怎么了？喜欢谁？喜欢谁？跟哥哥讲你喜欢谁？喜欢谁？啊？喜欢谁吧？哎。杨紫秒变娇羞迷妹，就连造句杨紫也是这么说的。清明节那天，我和我的彭于晏哥哥去约会了。哎呀。能让全国网友都帮忙追星的人也就只有贾玲了。刘德华在刚开通短视频账号时，贾玲霸气霸榜，当花花说沈腾话的人是刘德华时，故宫不成刘德华，刘德华都这样吗？花花也不长这样。也多次在参加综艺节目时自称刘德华的夫人。但我听说你是刘德华的超级粉丝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刘德华的夫人。刘德华在采访中被问到在电影中给贾玲安排一个角色，贾玲你可以演我夫人。